什么意思？买条路。买条路。何爽。小高，大家都饿了，你的野鸡好了没有？哎，好了好了，马上就来，马上就来。昆山尼，罗雷来。那帮，卡莫阿靠，马布萨汀。亚松帕靠白，加他那个弄好。来办，伯弟，伯弟，瓦卡亚卡蜜桃，娘，蜜桃我当用来，替瓦卡剥海口，我贪慕海蜜桃，海蜜娘，亏不过红，替瓦卡还得用你拿。哎呀，阿拉，阿拉。得了，让得了。让得了。啊。让得了。让得了。可不加一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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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用了不用了，选是大饼不是大饼，我给你选就，哦，把整个饼太严重了，你幸亏碰上我，以后多看看穿，得令得令啊。什么饼？不知道。路，早扎饼路快了。我选上路。不知道，外甥就是有点无啊，你跟那个准备之计，准备点野味啊，吃吃就行。路，路不窄，路不道。啊，我们。对，没人扎鼻涕了。没人敢扎鼻涕了，没人敢扎鼻涕了，路扎鼻涕。你真相信高守银的话呀？信不信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
行，都到这时候，咱俩就别闹了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最近一直悄悄观察他们，我发现呢，这个周丽霞和那个董一超没啥问题，戴志成和高守银绝对有问题。戴大哥挺好的。哎，越是好越有问题，你想想我说对不对？是有点不对劲，不过算了，人无完人，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好人？我就觉着高守银这个家伙啊，不像啥好鸟。你想，一个平时拿洗衣粉、洗涤剂洗脸的人，能好到哪儿去？但是咱拿他还没办法。现在，杀又杀不了，是甩又甩不掉，你说咋整治？我没看出来，我觉得小高人挺好。还挺好。他要是能让你看出他坏来，那还得了啊？啊？你说吧，你今天叫我出来想说什么？不是，我什么意思呢？我的意思就是说，咱俩应当把他们给甩了。你别笑，我说，你看，你再这样下去，不是被周丽霞这个瘟神给拖累死，那就得让那戴志成和高守一把咱俩给那啥了。你说那么多，不就一个目的吗？想让我跟你走？哎，我们去哪儿啊？是你靠我呢，还是我靠你呢？不是靠你靠我，这得靠咱们俩，咱们俩，你知道吧？就你这深秀的脑袋，我还不如跟他们死在一起呢。不是你先别这，你让我把话说完呢。别跟我说那么多了，不想听。我在这儿啊！你看看，光哥怎么把我放下了？我害怕。不是，我咋我给放进？不，你咋上去的？你别问了，你救救我呀！你看看，光哥怎么把我放下了？不是你，我跟你说，我跟你呀，你在这待着，我找你戴大哥给你进来救你啊！你再等着。不动了，在哪儿？前面。哎，干啥呀？不是让带他出去吗？咋回事？我是带他走，我哪知道遇到陷阱了？告诉你，事办不成，你什么也得不到。也不怪我呀，我想想吧你。回来了，你看看，我怎么猜的？
我跟你说，这美女啊，就能逢迎化吉，一难成祥。你看回来吧，啥事没有？哎，干什么你？哎呀，我怎么？哎，怎么打人呢你、啊？阿文，交代你的事情。哦，军哥放心，我已经派兄弟在那儿等着了。哎呀，别动我！我告诉你啊，侯德宝，你说什么都没用，我根本不会跟你这种人走。我跟你说，咱们这伙人里，咱们俩最无辜，最不该留在这儿，知道吗？你少说这些奉承话，我不会跟你走的，嗯，也不想听，行吗？不是，等你别走，我跟你说，我这一路上都做好路标了，保证不会出现什么意外，行不行？我就不理解。你既然做好了路标，你为什么不自己走呢？为什么还要带上我这么一个累赘呢？对呀，是不是？为啥呀？你自己想啊，我这都是为了你，你知道吗？啊，你笑啥？你看你长得又年轻又漂亮，你死在这太可惜了，你知道吗？对了，另外你不是想当模特吗？我跟你一起走是做个伴，我主要是为了你，你知道吗？算了吧，侯德宝，我太了解你了。今天我把话说明白了，你走不走呢，跟我没关系啊。我先去睡觉。等，你说你别总走，你说你这脾气，你说你这年纪轻，这脑子这么糊涂啊？你说你在这有什么希望？你能指望上谁？你说啊？你能指望上那傻了吧唧董一勺吗？你能指望上那心眼比马蜂窝还多的高守银吗？你能指望上马上就要疯了的周丽霞吗？戴志臣呢？我告诉你，就他最可怕，就他那心深的跟太平洋似的，多可怕呀！就你我，咱们俩，就咱俩这脑子跳进人家的心里边啊，什么结果你知道吗？咕噜翻白眼，死了，你知道吗？侯德宝，你说这么多，唯一的目的就是骗我跟你走，对吧？你走啊你！我跟你说，你就在这待着有什么意义？那后面还不一定出什么事情呢。你比如说，让文物贩子给你抓住了，结果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把你留在寨子里，给人当老婆，你知道吗？到时候想出寨子都出不去了，你待着吧。如果不是船给耽误了，咱们早就到目的地了。
你说你在这待着有什么意义呀？啊？另外，我还告诉你，到时候咱们不过去，人家那边就有权利终止游戏。过去没有用了，没有用了。不可能，我们得给他们付过钱的。咱们这面的事情，人家对方根本就不负任何责任，人家是按合同办事，你懂不懂啊？行了，我该说都跟你说了，你自己好好想想吧。你愿意走不走？反正我走了啊。查到了。方可心、刀龙还有环之都在土著部落，土著人防范严密，我根本进不去。还有阿泰打算和土著人来硬的。他派谁去打头阵？阿军。阿军，先别研究这些了，我们的目的是赶紧把刀龙弄出来，不能再耽搁，明白了没有？找的东西对你很重要是吗？是啊，是阿泰的一个手下叫阿军的送给我的腰牌，他说这东西可以让我畅通无阻。阿泰打算和土著人来硬的。阿泰根本不可能去攻打土著人，为什么还要阿军去？哎，大赌婆，环之是被砍死了。哎呀，龙姑，你可太狠了你！我多亏你惦记我，还挺好。你看，刚发的服装啊。哎呀，服装很漂亮，你命真硬啊。也是。哎，你知道你为什么没死吗？哎。是老天爷特意留住你，好让我亲手砍死你。哎，龙姑，你看你这个人，你真是太小心眼了。我跟你说，真的，咱俩一包还一包，我实我言你造了点贼，你不也害我了吗？咱俩扯平了你。你欠我的，你把我害惨了。你别怕，嫂，他的命还在我手里呢。还有你一个，不用再那美。你等我出去吧，你等着。我等着，我就看你这辈子怎么出来。也真是，你都在上边，你这都这个样了，你还嘚瑟？我跟你说，哎，不过他要是不出去，这咱俩怎么走？那么笨，出出气也好。也是，龙姑，
你那三本竹子不能耗子了啊？哎，过一会儿你就上来了。哎，我等你上来的时候，咱们好好聊聊。你放心，我不喜欢出冷伤。这个男人都是书生。啊？他母，他母叫阿三，有你娃。本娘靠阿三如泥，靠本楼苦蜜桃，蜜塞口嘎不耐板。亚三来靠本探母咋的？亚娃老来，满家塞口有个招。妈尼，探母，妈尼探，妈尼，交由你，交由你，交由你，哇。啊，交由你。哎呀妈，快我先生我了。哎，不过听这意思，好像是让我进屋里边睡去。我听着也是这意思。啊？对。他是让你上那屋去住。你现在是头人的弟弟了。那个老太太要认你做干儿子，真的，你就一辈子待在这儿吧，生儿育女，传宗接代。那说咱是个爹带的，别胡说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们两个。阿泰的人来过了。什么？而且跟头人都见面了，要领我们走。啊？这不刚出了狼窝，又掉虎口里边吗？对呀。所以我们得想办法出去。来来来来来，快过来，我们不能待在这儿。可是咱现在出去，那不就等于送死吗？在这还能保命啊？你想一辈子住在这儿啊？不是我的意思，咱先待在这个地儿，慢慢想办法嘛。哎哎哎哎，干什么去？我没说完呢。认了，深更半夜都上去了。田大哥，深更半夜你在干啥呢？不睡觉？我这不是睡不着吗？出来透透气儿。透透气儿？还带着包？问你点事儿。你不是跟我说你是主管文物的警察吗？对呀、啊，你不信？我相信，所以我想请教你一个比较专业的问题。说吧。既然是上面派你下来执行任务，那我想你一定知道这个宝物长得什么样。当然知道。我特别想知道这文物长什么样。这个吧。没法形容，我只有弄得真的，让你一看你就知道了。哎，不是，你简单的给我描述一下大概其。你知道这个干什么？好奇呗。你想啊，那么多人为他都可以不要命啊，所以我想这东西一定特别贵重。到底有多贵重吧？我不知道，国家知道。我只是一个执行命令的人，其他的吧。不清楚，不清楚。那怎么着？睡觉。对，睡觉。
你能不能别自己吓唬自己？你到底做没做路标啊？那当然。哎，跟紧我啊，我走得可快。哎，门口哎，喊我。好久没晒，对。阿军，泰哥，有事找我。叫你去土著部落抢人，怎么还没动手啊？我想详细的安排一下。等到土著人都老死了，好长时间没开枪了，不知道枪法是不是退步了。泰哥，你放心，明天我一定把人带回来。好，歇着去吧。是。干普赛，我念个，我跟你说，我这过来找他说点事儿。普赛泰瓦，怎么回事呢？学什么？你白起啊？你跟人学呀？啊，他们是问你是不是要上厕所？那你想个屁呢？我跟你说。我这晚上去了吧，我这寻思上个厕所。索忒，有你不带，溃败渤海乃万。哎，我也没拉呀嘛你。去死吧你！哎，怎么了？这不知道啊。忒瓦嘎帕豪，破叫肯来哟。到底怎么了？说这刀子怎么回事呢？你是帕豪加帕昆森密，拜破乃万，拜。哎！别慢着，好端端拉你走干嘛呀？我哪知道？你说说，我就过来教刀弄，我教了以后他不听。你这哪来的？他不听，我拿这个撬撬书，他就……你拿这个撬书？你怎么了呢？你知道这个是随便可以撬的吗？这个是给女人准备的女人……对不起，这不算。笑什么笑？不许笑！女人一敲这个树，这个男人就可以下来跟她进房间的。进房间干什么呢？还能干什么呀？哎呀，我的妈！哎呀！我你就错了，我可没有那个爱好。我真的，我这弄哪儿行了？别！我跟你们说，我来解释，我来。拜，安静。不，我来解释。等，在后面，是我让他拿着这个，我让他拿着这个去敲。这白敲了，你还敲呢？真的是我。哎，刀郎，你给他解释一下，你别笑了。你是个人吗？你快学呀！解释一下呀！白姐，你快解释一下呀！白姐，洛塔，解释可以啊，但是你得先敲树让我下去，然后让我进你的房间。敲。哎，你可不敢！我跟你说，你就敲啥怕什么的？哎呀，对不起，我跟你说，你说你个云夫，他也不能把你怎么敌了。你可不是人啊！哎，我就数三个数啊，
过了这个三个数，怎么求我都没用，我不管了。道龙没有你这个样的，我哎呀呀，我求你了，真是对不起对不起。哎哎，我回去，道龙，哎呀，我真的，你说我这是一家有老有小，一路上对你也不错，你说我明儿就在你手里不能帮个忙吗？你这。你就敲一下，你是又不让你干什么？我就求你了，你快点吧！哎呀，谢谢啊！啊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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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啦！哎，哎。艾文，要靠家一匹来哦，不能空可以，生老虎妈说阿姨啦。啥等哈，羊多拿来捆。我们是夫妻。啦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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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夫妻。啦啦啦啦。这不是个人走的，我跟你说。放个心，我真心，我真感动。我不是对不起你，我也感谢你，真的。我实在不行哈，你看你要不然，你就上我屋去凑合凑合。我哎呀，我感谢，我发自肺腑了。刚和你好有难干，对，要多晒太阳，这个太阳特别补钙。别找阿弟他，混好在白弟来呢。是是是是。傻白弟，你耍我，你不想离开这儿了？别碰！你想一辈子都别碰我。昨天晚上你一个人睡得还好？好，我睡得太好了我。哎，龙姑啊。怎么的？昨天晚上独守空房啊？你说你长得这个老爷们样，你说你怎么受到个老娘们的待遇呢？你说说。哎哎哎，那老太太，你这个身体这个腿挺好的吧？六百只欧，不因何爱过人，六有痛外口。这说些什么我也没听懂。哎，你晚上没问问他能不能放他出去的事儿啊？你都听不懂，我能听懂什么呀？我怎么跟他说呀？你走不了了。那老太太说特别喜欢你，晚上要给你发个女人，而且你必须要让那个女人怀孕。你就是个生育机器，你明白吗？你在这儿不停地生孩子，一个一个孩子生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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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你会有一大堆孩子。哎，大夫，哎呀，你看你这么大岁数，这一看这经验应该相当丰富。哎，我知道啊，并不为意啊，我有什么问题你就跟我说，没有事儿啊。怎么样啊，大夫？你这个是典型的男性不育症，你听我跟你解释啊。哎，不对，你听我说啊，可能我的情况你不太了解。我呢，我是特别注意养生，我也是个大夫，我是个医生啊，平时。辣的东西我就不怎么吃，还有那很紧的裤头啊，我也不穿。而且呢，我就特别注意吃这个补药，而且这个补肾的药哈，我是吃的特别的多，所以我这方面不可能有问题的。你听我跟你说，这都没有关系。你这个呢，是医学上的无法彻底解释清楚的自我病因。
不对哈，哎，大夫，我跟你说哈，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个误诊，咱是再检查检查，你别激动哈，你再帮我查查，你再仔细看看呢。不是，这已经查得很清楚了，还怎么查？不是，我跟你说，你再查查，他也不麻烦吗？你再帮我查查嘛，你不，我跟你说，他已经很清楚了。哎，我去，你这么大岁数了，你还个大夫？你说你怎么胡说八道的呢？你再查查，你费什么神啊？你说你还大夫？你还这就不知道了？你还治病？你不耽误人吗？你还怎么说话呢？你就是个庸医，你个骗子！怎么说话呢？你。你去医院没？我问你话呢，去医院没？你这我以后连供的事你白跟我闹，我在上着你。我去了。来。什么呢？单子。什么单子？医院检查的单子，什么单子？来，我给撇了。你撇了它干什么呀？我没有事儿，我要那个东西干什么？我不撇了它。我这是个医生，我还不知道吗？咱俩就是时机未到。真的正常？别医生说了，没有事儿嘛。你给我醒醒吧你！哎，江湖，你干什么呢？让你骗，你干，让你骗，你干。那个女人爱上你了，挺好的。你可别在这胡说八道了！我跟你说，这个我还能犯仇恨贼吗？你说，再说这个也太遭贼了。哎呀，我外姓什么？你在这儿结个婚，谁能知道啊？最主要你得先，你得先当儿子，你有了权利之后，我们才有机会出去。要不让他们也给你找个女人，让你生个儿子，然后让你儿子来救我们。哎，你说的也不错啊。不过还是等你的儿子救比较快嘛。哎，那快白学学这个东西，赶快商量商量怎么出去吧。我一直在想呢。你就听我的，你别管那些，你先逮住机会啊。哎呀，我跟你说真的。我当个二吧，我还真也就那么回事儿了，我忍你也就散了。我结婚，啊，你快看看那张脸，哎呀妈呀！有了，干什么呢？太沉了，合法的婚姻必须是双方自愿的。你现在是在被逼无奈的情况下才结的婚，所以不算犯法，对不对？哎，一块散了，那然后怎么办？然后你就可以心安理得的和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结婚。让他们放松对我们的警惕，你掌握了大权，就可以把我们带出去了。女人呢？女人这个脑子都是石头做的。